然后就是他翻页其实不一定要从这边翻，他从这里其实也可以这样，只要从右到左，他就会翻到下一页。然后它的亮度跟你看到这边它字体大小也都可以做调整。如果你坐在晚上坐在看床上看的时候都可以调整。然后这是 demo。就白底黑字，看起来很舒服。